一位女子路过一条巷子的时候，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，于是赶快叫人来帮忙。过了一会儿，警察叔叔就赶了过来。女子看见楼上的小孩就要掉下来，于是赶快去找了东西，然后一起接住掉下来的小孩。多亏了这名好心的女子，这个小孩才没有受伤。提醒各位家长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孩，不要等到小孩都受伤了才追悔莫及。为这些好心人和警察叔叔点赞。